黎明重工碎石生产线通常由振动给料机、恶式破碎机、反击式破碎机、圆锥式破碎机、碎石整形机、振动筛、胶带输送机、集中电控等设备组成，设计产量一般为100到1200吨每小时。为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，黎明重工对新建或改建的碎石生产线项目，将本着因地制宜、优化投资规模、以投资方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目的，进行实地勘察、规划、工艺设计，并负责项目后期的安装调试、技术培训、维修和长期跟踪服务。